我在外边辛辛苦苦的替你跑东跑拍杂志，你倒好，在家气定神闲的享受生活，你还有心思洗澡。 换内衣的时候是不是？算你有良心，知道闭眼睛。我没穿。哎呀！你居然没穿内衣！那东西穿着不舒服，必须得穿。这穿有必要吗？没什么区别。你还摸？还没我的大呢。 你过来，这边都是我的内衣，你挑一件穿上。女孩的内衣不都应该是成套的吗？你也太不了解女孩了吧！你看这件怎么样？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穿？不用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得穿内衣。你得好好的整理好，放在里边。 哥哥，你能不能替我着想一下？咱们也算是互换过身体了，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。谁是你的姐妹？衣服一模的总行了吧？我对你真的就只有一个要求，一定要穿内衣。你如果不穿内衣的话，我就用你的身体到外边去裸奔。到时候你要是上热搜了，可别怪我。 知道了，林哲，别谈工作了，出来吃点水果吧。哦，等会儿，马上来。你说之后可怎么办啊？想办法停工吧。怎么停啊？装病。能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怎么生病。 那要是行不通的话，我继续去给你跑通告，你也得去给我上班。先加上微信吧，随时联系。我听医生说，那个电梯出事故的时候，江毅是护着生生的。啊，对，<笑>这孩子还真不错。嗨，这男孩保护女孩应该的嘛。<笑>是。 阿姨，你们聊完了？嗯，叔叔阿姨说早都知道你了。这阿姨是当老师的，他们学校好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你。这叔叔工作的饭店呀，也老放你的歌。哎，要不咱们合张影？啊，照相啊？你说这岁数大了，照相也不怎么好看。瞧您这话说的，要我看啊，就您这状态都能出道。哎呦，阿姨，对啊，叔叔阿姨，咱们一块拍张照吧。来来来来来来。 生生啊，来一起合影啊！我不用了，你快点过来，别让大家都等着你。就是，一起吧，于记者，一起吧。哎，三二一，茄子。谢谢叔阿姨的招待，于记者你也注意身体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，慢点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 你是第一次去他家吗？当然了，怎么了？这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怎么知道他家拖鞋在哪儿？
拖鞋不一般都放在鞋柜里吗？哎，他神神秘秘的把你拉进房间跟你说什么？啊，他有几个采访的地方不太明白，所以确认一下。刚出院就工作，还挺敬业啊。是啊，所以要多跟他合作嘛。我会考虑的。手干啊。有点，回去抹点护手霜。啊，差点露馅，以后一定得多注意。好饿。请进。一哥，程乐一，小宇宙里的可爱担当。你还好吗？没伤到脸吧？哦，只是额头上有一片小淤青，睡一觉应该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大川哥说我们的宵夜到了，下去吃呗。啊？哦，那你先下去吧。好，等你啊。凭什么建议就可以正常吃饭、喝水、洗澡、上厕所，而我却要在这里自我折磨？不就是一句躯壳吗？看一看用用怎么了？余生生，你可以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吃饭。吃不胖吗？嗯，玉哥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粉丝都知道我吃不胖了。我还以为是人设呢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这哪是钢啊，这是草。谁让你平时不运动的？除了练舞以外，运动量还不如个老人呢。我觉得他身材挺好的。啊？我是说镜子里的他，也就是我自己，对吧？所以嘛，这吃草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，是吧？嗯，行，你慢慢吃，我明天让小胖来接你去现场。去什么现场？工作呀。啊！我忘跟你说了，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感觉肚子特别难受，头有时候也痛，可能明天。嗯，没办法去工作。玉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突然生病啊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啊，不用不用。啊，要不明天再说吧。行，那我跟节目组商量一下。家树这期的嘉宾你去行吗？我都可以啊。家树的综艺？对啊，我和我的朋友们。啊。我觉得明天我应该能好。你觉得啊？不，我是刚才突然顺了一顺气，感觉肚子好了很多，头好像也没那么晕了。哎，主要我是觉得临时让节目组改台本特别的不人道，而且万一要是传出去我和家树不和，那不就更不好了吗？你和家树可本来就不和。开玩笑说惯了，总得要留下话柄。放心吧，我嘴巴严得很。你真没事吧？没问题。我是说，我扛得住。我吃沙拉了，赶紧走吧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嗯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江毅，我装病失败了，我明天只能帮你去录综艺了。你是因为裴家树才答应参加的吧？是因为演技太差了。我看生日会那天演的挺好啊。哎，我都给你道歉了，你不带翻旧账的。你怀疑我是因为家树？
我还怀疑你是因为许淑仪呢。明天许淑仪也会去，你应该不希望自己在许淑仪面前失态吧？最好不要。我明天也会替你去上班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啊，不要出差错。我要休息了，挂了。哎，记得穿内衣。明天可以看我男神录综艺啦。条件反射吗？忘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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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掉！今天该穿什么去见我们家叔呢？看我这套搭配怎么样？一哥穿什么都好看，但是咱们今天先去羽毛球馆，到那边要先换运动服。既然有机会变成普通人，那就体验一下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吧。谢谢啊！我已经出发了，马上就可以见到家叔了。你上车了吗？上了。哎，麻烦你们把那个音乐声开大一点，好吗？好的，一哥，哎，谢谢。Never ends in my mind, like a dream, it come light up my life. 拜托你好好帮我上班，我也会加油的。你家到公司一共几站？不多，16。我们奇妙传媒是一家超级厉害的文化公司，
我们文娱大侦探是我们公司的王牌公众号，深受重视。生日节早。这个是笑笑，我们公司的美编，也是公司的八卦搬运工，什么事他知道了，基本上全公司就知道了。采访江毅的感觉怎么样？江毅对你帅吗？我们之前还以为你被骗了呢，原来真搭上了江毅啊。这个你得特别注意，张知晓负责明星情感公众号，听他说他是一个说话尖酸刻薄，特别喜欢主动招惹别人的麻烦精，你一定要离他远点，他跟我完全不对付，因为他特别的脑残。进门之后的左前方有一台面部打卡机，但是它的位置真的摆得很高很高，所以你必须踩着旁边的箱子努力向上，而且还必须面带微笑才能被识别打卡成功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领导设计的，他觉得让我们每天早上垫脚微笑就能够扫除一天的疲倦，以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，很无聊吧？垫脚，微笑，微笑。余生生，早上好。哎，生生，身体好点了吗？这个是男同事朋克，负责公众号奇妙观影社，人不如其名，一点也不朋克，擅长活心理，是我另一个手下败将。哎，主编好。这个是我们的主编邱雨薇，是办公室教导主任，另一个我妈，左手抓纪委，右手抓业绩，我在她底下工作了四年，她对我十分了解。上班了，去忙吧，别累着。下面跟你说一下工位分布的情况，你从这里往里走会路过四个工位，这片区域是听他说的位置。我的工位在最里边，桌面特别整洁，而且还有我们家叔叔的照片，特别好找，一眼就能看到。在这儿千万不要坐错了啊。最后这个你见过了，是我的闺蜜童话，我们一起同住两年了，人美心善有内涵，我跟她比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吧，她可是你的骨灰级粉丝，对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池少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妆也没化，头发也没弄好，还有这身运动装，是前年立志要去健身房减肥的时候买的吧？起晚了，没来得及收拾。你家离公司确实是太远了，还是早点回爱的小屋住吧，我还能给你当司机啊。嗯，哦对了，给我吧。什么？录音笔啊。不会真的没找到吧？没找到。怎么样，和你的粉丝合作还顺利吗？很顺利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加油。你克制一点啊，不要用我的手碰裴家树。我都还没见到呢。我问你啊，家树私底下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禁忌？我应该怎么和他打招呼比较好？好紧张啊！不清楚。切，不说拉倒。阿姨，上午好。你一个人吗？家树没跟你一起啊？他从机场直接过来。啊，他大忙人。你那个电梯事故真的吓到我了，没什么后遗症吧？互换了身体算不算？那就好。哦对了，我老家有个表妹特别喜欢你，总缠着我要你签名，帮我签个名呗。签名我都准备好了，递给你。
用写祝福的话，光签个名就行。我先回个微信。哦，好，你先忙。那你先忙你的。怎么了吗，阿姨？你的嘴唇好干啊，最近是不是喝水喝太少了？啊，对，最近确实喝水喝的比较少。正好我有一根新的唇膏，我拿给你用，是我经常用的牌子，特别好用。啊，谢谢。你看看你，都涂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飞机晚点了。没事，我们也刚到。那我先去换衣服了，你们先聊。哦，我也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儿球场直接见。啊。家叔你好，家叔再见。服装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服装好了，谢谢。好，三位艺人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开机准备录制了啊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OK， 欢迎来到我和我的朋友们 Our Time My Friends and I。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小伙伴。当当，一位是和我同居多年的男人，小宇宙的队长江毅。大家好。这位呢，是我俩共同的朋友，自称过气女主持的许淑怡。大家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准备喽。好，来吧。家树综艺的现场直播。余生生，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。好帅。阿姨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哦，我有点热。今天空调开的还行啊。我去喝杯水，冷静一下。谢谢。家树真的好暖啊。接下来会有什么作品跟粉丝们见面？个人专辑。个人专辑会延续之前小宇宙的风格，还是做一些新的尝试？还没定。你很少在社交平台更新日常，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在家睡觉。亲子类真人秀节目拜托了老爸，几次邀请你都被拒绝了，不知道这一季有没有兴趣参加？不考虑。哎呀，你学的可真像，
哎，你这个欠揍的样子啊，简直跟我男神一模一样。好了，别演了，现在记起来了吧？赶紧整理好给我。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吧。啊，喝口水，没事没事，放松放松，加油。谢谢。加油。余生生。现在可不是追星的时候，江毅正在努力地帮你工作，千万不能给他丢脸。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站来。没关系，加油加油加油。绅士的表现啊！我为什么现在在别人的身体？借我用一下。我这儿还有。谢谢你刚刚让着我。没有让，你打得真的很棒。哪有你好啊，少来。阿姨过来休息一下。以后不许再让着我了。阿姨要喝水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拿。你还好吗？再来吧。好，千万别让我。肯定不会。节目录得顺利吗？很好，
刚从球场出来，现在去吃火锅。再次提醒你，不要对裴家树献殷勤。呵呵，献殷勤根本轮不到我。哎，我看了，干得不错，应该可以写出一篇很棒的稿子。没想到江毅这个闷葫芦被你套出这么多的话，而真是我等粉丝之幸啊。他是个闷葫芦，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你不觉得吗？有故事的男人最帅了。你现在放弃裴家树，转投我方阵营还来得及。算了，我太肤浅。有见地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让你特别问一下他父母的事儿，怎么完全没有这方面内容啊？他不想说。我去倒水了。那一定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谢谢。感谢家树请吃火锅，今天终于可以不用只吃草了。谢谢。哎，我们是不是点多了？不多不多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待会儿保证都给你们消灭干净。毕竟我和我们乐一小可爱一样，都是吃不胖的体质。你们这种人太客气了，每次乐意在我和江毅面前吃宵夜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想揍他，是不是？谁让你们三个还住在一起啊？也是，这么多年习惯了。我知道你们三个的感情是真的好，所以我每次在网上看到那些人说你们不和的传闻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更有甚者说你们三个住在一起是纯属为了作秀。节目例行洗白环节，我应该做点什么吧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听过更夸张的，说我跟江毅啊在后台经常动手。这么离谱啊？对啊。动手？说的是这样动手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确实经常动手。你们俩差不多够了，每只狗死的时候没有一对 CP 是无辜的。啊，锅开了啊，上菜。这一段我到时候一定要单独剪出来珍藏。阿姨，你不是不吃羊肉吗？哎，对啊，我给我们家吃，我给你们家的。还是阿姨最贴心，我们多吃点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你上次发给我那个 demo 真的很好听，每一句歌词都写到我心里了。谢谢。 demo 什么 demo？ 你 demo 出来为什么不给我听一听啊？哦，我估计是不满意吧。上次我俩正好聊到，阿姨说想听听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的意见，是吧？对，不满意。确实，听众最直观的意见最有用。是啊，每句歌词都让我想到了我妈。妈？哎，这到底是首什么歌啊？阿姨，调到我胃口了。求求你们，让我安心吃个饭吧。我回去发给你听。好啊，我欣赏欣赏。你俩别光顾着说了，多吃点啊。好。他最近要发个人专辑结识呢，你别管他。对，我吃菜。你也太自律了吧，比好多女明星都节制。啊，我也给你下点菜来。谢谢。我再也不去帮你录节目了，那么多摄像机对着我，生怕做错事说错话，搞得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见到裴家树不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要不是家树晚上有其他的安排，我们一起结伴回家更开心。怎么样？你那边下班了吧？这个时间坐公交很挤吧？
不挤，我叫的专车。你花着我的钱坐专车，你倒是会享受，不体验生活了？体验够了。啊，如果你不想工作，就请装病装得像一点。你放心，如果我装病不成，我就直接装死。祝你成功。我偷偷问一句，你和家树到底合不合？又是无比寡淡的一天，好饿啊，好想吃好吃的。江宇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应该有在房间里藏些零食什么的吧。香参、黑枸杞、山楂片，真养生，和我爸应该能过到一家去。这么大的核桃，人得多大呀？大川哥。哎，老爷，阿姨呢？回房间休息去了。她怎么个不舒服法？就说浑身都不舒服，哪哪都不对劲。小胖说她白天的时候还精神百倍的。这小祖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装病了？装病？哦，没事，我给你买的小龙虾，你先吃，我上去看看。啊，谢了。一哥，你干嘛呢？开核桃。哎，这核桃怎么没人呢？哎呀，这不会是……哎，你干嘛呢？这怎么也没有人啊？哎，你帮我找找啊，是不是人崩到哪儿去了？一哥，你受什么刺激了吗？什么刺激？60万，你就这么开了？什么60万？不，你自己说的，这核桃你盘了7年，60万。夜空习惯了漆黑，从未想过有天会与光蓦然交汇，流星在牵挂着谁，才义无反下坠，朝更好的明天里勇敢去追。如果爱有可能参与漫漫人生，像暗夜里的星辰，闪烁过才完整命运。若有伤痕，时光就
珍贵，何必言语太迂回，总能捕捉片刻你的世界。如果爱有可能参与漫漫人生，像暗夜里的星辰，闪烁过才完整命运。若有伤痕，时光就是这段旅程最好的见证。 Oh, loving you, loving you, my soul。是两个灵魂的契合。